哎，明康，今天爸爸教你怎么说中文的，跟我说你喜欢哪个东西啊？你喜欢这个还是喜欢这个？明康，你要跟爸爸说你喜欢哪个东西啊？跟我说，我帮你讲的，不要乱讲啊，小康，不要乱讲，你不要乱讲。喜欢哪个？爸爸今天教你是怎么说中文的，你数，跟爸爸数，一、二、三，爸爸说三，一、五、三、二。选哪个？我爸爸给你看，多少的？这是多少？多少？五啊！以后你长大了，爸爸就跟你全是用中文跟你讲的，好不好？要怎么说呢？你选哪个？哦，原来你选这个啊，你喜欢这个啊？好啊，那就玩这个吧，这个爸爸暂时收起来，不跟你玩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看了，你喜欢这个就选这个吧，不要老掉东西啊，要拿得好啊。哎，孩子们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么讲了。明天我再教你怎么数一二三四。谢谢大家。